We now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part 10, the interview with Supreme Master Qinghai by the Japanese media, a section of this soul-saving lecture to live a balanced life in this world and heaven given in Tokyo, Japan in 1993. ，就是做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他第一就是要修行上非常，非常讲究，是，非常讲究，是吗？我们中国人说修身呢，诸子以齐家，在那个里面，因为你们，你要知道，就每一个就是领袖，不管是宗教的领袖，还是那个任何一个团体的领袖，你的领导一个人，他必然在这个修行方面，我说的这修行这一块呢，不光是宗教的修行，懂，那修行方面，他一定有一定品。 是是是，说有一定的达到一定的，他才可能有一个领袖。你懂了？是是。哎，是。那么，做一个宗教的领袖来说，他要领导这个宗教团体的话，除了这个修行以外的，更需要具备的一个品德是什么？耐心。耐心。为什么？你有一个家庭而已。 一个一个丈夫，或者几个小孩子，啊，太忙死了，管那个。那你已经有时候就很有耐心，才能够把家庭保护好，能够那个家庭气氛才能够。是吗？那如果一个领导的那个领袖的领导者，他有很多徒弟，不同的个性，不同的类型，那当然都很耐心。 那个爱心当然应该有，那就不要提了。<笑>耐心比较重要，还有耐力，体力上是，还有辩才，还有很多了好的平时要有，给人家佩服才可以。嗯，哎，最重要又有人缘，生生世世又侍奉他们好了，所以我现在你讲那么就佩服了。 那您觉得您身上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来说，您身上最突出的是哪一个优点？也许这样子，也许他们喜欢我，因为我好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这样子我们找了更好看的明星来就行了，希望更多。 在玩笑了哈，也习惯我的幽默哈。OK，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宗教里面呢，我是门外汉，我还是强调这一点，似乎都是比较喜欢讲究等级的，是吧？比方说地狱就是有18层之多，就这种分别，对，我没有这样讲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讲，对不起，有的宗教呢，它招了人们修行啊，这种修行我知道也是好像也有等级之分的，是吧？修到多少的分数是可以是做一个普通的教徒呢？普通的信徒了，修到多少分数可以被视为是大师级别，就层层递进，好像是没有止境的这种修身，一直到你生命的终点就是没有止境。那么请问您，那个修行的最终的目的它是什么？ 它是最终是要做一个普通意义上，我们普遍认为的就是做一个好人，还是要争取做一个神，还是最终只是为了获得一张进入天堂的入场券？修行是很普通的事情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不修行才怪。因为我们人呢，不是有身体和头脑而已，还有灵魂或是那种灵心嘛，哎。 那如果我们不认识呢？另外那一半呢？是不是很怪吗？我又讲我要去天堂，或是我要做好人呢？我们根本不是人。如果我们只认识我们身体和头脑，你了解吗？就这样子那么简单，就认识自己啊。嗯，然后你要做什么才比较方便？比方说你有一部车，然后你有一个开车的人呢，司机。 那你全每天都是照顾那部车，照顾他的引擎，照顾他的车辆，然后你不照顾那个司机，不是很怪的事吗？是啊，
所以我觉得修行没什么了不起，就是应该认识自己都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品质，才能够拿出来贡献给人类啊，还没有讲到天堂去啊。不过当然我们也会去天堂啊，在世的时候去啊，不用死的才去，因为我们要去玩啊，要去看看宇宙还有什么地方啊，不是只有这个星球。那就是您认为是修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，我不说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比较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说把自己内心的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贡献给人。是，应该发现自己是谁，有什么东西。那最终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做个好人嘛，是不是？好人有很多种类，所以讲这样子太浮，太总过了一点，就是超越的人啊。一个超越的人，那如果一个真正的人，一个真正的人。如果说您认为这个人的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一个，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奉献给这个世界的，这个目的是这个。还有去天堂啊？对，在世还一起看到别的事情。如果是这样的目的的话，那么不是通过唯一的这个修行的途径才可以做到。那个超越的人，真正的人，我没有用你这个字好人，因为好大家都说好，付自己块钱就说好，对父母好就好，对丈夫太太好就好，对国家众臣就好，那个不是我所谓说的好的，就比普通的人超越，不是做一个好人在世界而已，而且聊通天堂地狱，因为这就是人的很高的一个境界，这个很高的境界，我们要做到这个，首先要知道这个境界到底有什么好处在哪。因为你是在那边广告水，然后你没有喝到，就比较不简单。比方说你在世界上有好多学校哈，我讲一个比如，上小学是有小学好处，好像高中。也有高中好处，上大学有更好，是吗？那天堂就是一种宇宙的大学，你了解天堂了以后，你对世界更有帮助，更有智慧，更有能力可以帮助世界，还有可以帮助地狱的人，如果他跟你有缘，你可以把他解脱，那就是天堂的好处。不过也不是这样那么简单解释就够。要讲个讲几年也讲不完了，我尽量讲。因为你是大师，我相信一定能够用很精炼的语言把这个深奥的道理讲告诉你。很难讲啊，不过这样子还够吗？够不够啊？如果我讲不够，你继续问下去，了解了吗？明白了。OK。几乎现在那个每一门宗教，它都讲究那个清贫的人生。排斥人，他都是排斥繁华的那种城市，甚至呢，有的宗教都是提倡苦行的，对不对？度众生就有很多方法了，不是一个方法，就看你跟那些众生有什么缘，你应该这样做，他才喜欢。主要就是给他得到那个目的，就是在世界的时候当好人，还有了解那个天地啊，天堂、地狱，或是地球。然后就走了以后，他就解脱生死轮回，那个是最主要的目标。那你用什么方法不伤害别人就好，了解吗？我们不应该执着，应该哪一个就好，哪一个就好。你看观音菩萨，他穿很漂亮的衣服，我们还是崇拜他。释迦牟尼佛，他带一个托钵的瓶，走来走去，我们也是崇拜他。听懂不懂？好 ，OK。那我们经常现在在看到那个古代的圣贤名士的形象都是穿得很普通，就像您刚才所说的，因为在古代时候他们没钱啊，而且那个时候不简单拿到，而且他们不渡很多徒弟，他们就常常在山上一个人，我在山上一个人，我连衣服也不穿了，告诉你哪里还需要衣服干什么，出去外面了，看这个看那个，有时候看重要人物，看不同的人才随众生啊，这应该赚这个赚那个，不然你干嘛要赚衣服啊，连衣服也不需要，是啊。我们经常看到的古代的圣贤名士的形象都是穿得很简单，吃得很简单，都是很淡泊很舒适。我连吃也不吃了，告诉你你问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。我一天也许吃了一两，有时候一两条跟那个饭这样的工作，整天整完了，还谈什么吃东西简单不简单？我今天连穿衣服也不想穿了，我懒到起点了。
我晚上拦到穿衣服啊，我就把这东西套一套这样子睡觉，然后早上跟那个侍者说，哇，我这好难穿衣服，不晓得应该穿什么衣服，好难的穿，你懂不懂？就是因为出去嘛，就铺一铺上去，有什么衣服就穿这样子，嗯。看起来比较 representable， 意思说怎么不是代表了中文怎么样，看起来相当也是可以给人家看一点，不会太懊恼太无聊太邋遢太疲倦了，懂不懂？不然的话我眼睛都红了，是整个晚上不睡觉，好几天工作得很忙，谈什么吃饭睡觉穿衣服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们经常看到古代的先圣明贤士都是穿的比较简单，淡泊出世。对。然而，今天的世界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宗教团体，他们都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财力。但我想请问，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？他们跟原来我们就是你像您刚才所说的那释迦牟尼佛这样的，从一个那个王子的身份到平民，再去出家做一个高僧，这样的区别是在哪里？这个看他们那个能不能达到释迦牟尼佛所要的目的，啊，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也教人一些好的教理，然后也能够令他们解脱成佛。如果这个团体能做一样的话，那他们有钱没有钱无所谓啊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有钱是因为信徒供养，或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财产，然后经营起来，然后把那个钱拿出来，为了要弘法度众生，但这就是很好的。我们不应该说这个人有钱才不好，或是没有钱才好，那个度方法不一样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也不用很多钱可以度众生，因为印度的人本来是很简单度了。我现在如果去印度，比方说哈，我就没什么很了不起了。不过去印度一定有几千几万人马上挤过来听经了，听懂吗？以这样子的。然后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已经很出名，他是王子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然后他本来已经有很多土地了，就可以出去宣传了，然后他的父王啊牧王也可以帮他忙宣传了很多，所以他根本不用钱了。哎，即使比方说上师傅，现在我是看起来很有钱，不过我自己没有I don't handle money, how say, 我没有管这个钱的事。哎，我要钱的话我要跟他们拿，他们自己盖章自己签名，我要多少他们都知道，我不能出去乱搞乱买什么东西，没有徒弟知道的那种情况，懂不懂师傅意思啊？所以钱不有钱看我们用在哪个地方。我们是钱是很多啊，因为我有上帝有很多才华，我可以画画，我可以设计衣服，我可以去灯笼等等，都可以赚钱。那我们钱就用救济穷人贫穷的人啊，可以去弘法，那个钱很好用。就看你用钱做什么，不是用钱财不好。是我因为不认识这个宗派，不晓得他们都对人家利益怎么样，所以不敢说他们好或是不好。你看他们的行动，看那个结果，他们做事那个结果，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样。不应该看外面去判断。你觉得呢？好。不过师父这边不收徒弟的钱哦，我们钱都是自己赚的，我们做手工，我是做什么画画，是设计东西，然后到他们来买就赚钱哈。不然的话我们在那个书本或是那些录影带没有赚钱就亏本，因为我们没有弄那个什么赚钱在里面，懂吗？都是亏本的，如果算清楚的话都亏好多本。不过因为我们补在别的地方回来，所以我们不是这样赚钱的。无上师是你因了解，无上师是你因了解，我们是你。